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GS 小学堂，我是 Chris， 我是 Kale。 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作为 Grand Seiko 最象征性的一款机械机芯 9S 系机芯，那么这次我们同样来介绍机芯，是它 9F 石英机芯。所以我刚刚讲说9S 机芯其实是我觉得是 GS 最经典的一款机芯啊。不过就论如果我们讲说现代 GS 的时候，9F 机芯发展的时间其实比 9S 来得更早，它是在1993年时候推出的。其实这样讲好了啦，我们知道说 OK Seiko 发明了石英表嘛，对，那从1969年他们发明了之后，整个70年代石英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得更精准，因为这也算是石英表可以战胜机械表一个最本质上面的一个差异。是，那在整个70年代他们发展石英表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已经发展出了所谓年差式的石英表，就是一年大概只会差5秒或者10秒到这么准的地步了。所以可以说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把石英表的那个使命给结束了，因为做到这个地步其实在精进的那个必要跟可能性都已经蛮低的了。对，所以进入80年代之后的话，精工他们开始对手表的发展开始往其他的方向走，他们开始去发展说比如说设计，他们想要做出就是设计比较多变化的，或者是他们开始发展多功能性，然后就是变成说可能会加装很多不同的东西，还有很多按钮啊，就像我们记忆中1980年代的手表那个时候那个样子。是，可是这时候他们开始回头检讨，就是说这是可以代表精工的一种手表嘛，他们开始有这样的质疑，所以他们开始往前溯源，他们就是说好，那我们把 GS 给拉回来，对，我们做出一款超级准，然后冠上 GS 的名字。GS 大概在70年代慢慢淡出了之后，他们再把它拉回来，就是1988年他们推出了那时候一款是搭载石英机芯的 GS，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年差石英机芯，它的年差大概就已经是10秒了。对，可谓是那款出来的时候，其实在玩家之间的时候是有一些评价的，他们觉得说因为那时候搭载是石英机芯，那石英机芯它在80年代的时候啊，它的扭力还不足以推动太大型的指针。是，可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在1970年代或是1960年代的时候， GS 一个特征大概就是他们的刀分针，对，就很大一根菱形的针这个样子，可能那个年代的石英机芯基本上是推不太动这样大的指针的。是，所以那时候1988年推出来的那个 GS 它有特征，就是它指针很细，非常细的一根，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石英表该有的样子这个样子。可问题就有玩家觉得说这个长相不太像 GS 的感觉，然后所以变成说精工那边他们觉得说好，那我们要把这点给补齐，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把原来那个石英进行加强，最主要是针对在加强它的扭力的部分。对，然后它把扭力部分加强了之后，搭上原来的年差十秒的精准度，就成了1993年推出的 9F 石英机芯。对，石英表的话，大概的原理我们都了解嘛。那 9F 有什么不一样或是厉害的地方？ 9F 的扭力的话是可以让它推的动，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刀分针这么大这么粗的指针这个样子。那扭力怎么加强的？一般我们的石英表它在推动的时候，它的那个扭力释放的过程哦，它是一秒钟释放一次，对，然后推一次，然后让它可以走一秒一格这个样子的做法。那可是 9F 的做法，它把它改成说它一秒的时候推两次，对，可一样是走一格，就变它一格花了两次的力道来走，变成说它整个扭力的话是一般石英表的一倍，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输出它的扭力，让它可以达到可以推动很重的指针。那至于它的精度，它精度的话，我们刚刚讲到说它是年差机芯嘛，年差的话代表正负十秒，如果是特别选别版的话，大概年差只有正负5秒而已，对，非常准。那他们石英是怎样可以做到这么准的话，就是说他们的石英有一个叫做 aging， 一个叫做熟成的动作。是，他们的石英就是整个做出来了之后啊，他们会先把那个石英哦，他们的正确的数字，他们应该是用25度的定温，对，加上湿度50%的湿度，然后持续3个月，然后让它通电，通以固定的电量。用他们总厂的工程师的讲法，他说这是一个在把它的肥肉给削掉的一个过程。是，在经过这3个月的熟成之后啊，它那个石英机芯就变得非常的精实，对，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石英机芯这样。而且最重要，我个人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在于说，它这3个月的过程当中哦，它会不断的记录说这一颗石英，应该说记录每一颗石英，对，它对于通电了之后，还有对一些温度的变化，它本身会产生的一些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影响石英精准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温差，对。它可能会因为温差的关系导致它变快或变慢，那它这个动作就是它3个月的熟成的过程当中哦，它就把它在各种状况下面它对温度会产生的反应呢全部都记录下来之后呢，他们把这些所有的变化的数据全部写入那一片石英机芯的 IC 当中。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9F 机芯，它一颗一颗一颗每一颗的 IC 都是特别为它写成的，都是1:1总量身定做的。
其实刚刚 Q 讲了一段，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整个所谓的SECO 甚至是 GS 石英机芯的一个发展历程。不过对我来说啦，我对 9F 机芯呢，其实最大的感想是因为，一般当我们讲到石英机芯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个相对于机械机芯来说，工艺面向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商品。对，因为以往，我觉得从石英机芯发展的初期，到它后来普及以后，大家会把它视为一个算是消耗品，算是一个普罗大众，算是一个比较相对下比较入门、比较低阶的商品。不过到9F其实是非常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之前去表厂的时候，近距离去看那个机芯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到它光就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根本就是遵循的机械表的抛光打磨装饰，甚至。我甚至那时候我们有跟设计师讲说，其实你可以更努力、更勇敢的去推所谓的透背，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看机械机芯的时候，其实喜欢看的是它的所谓的装饰工艺，但是我觉得GS 的 9F 机芯其实一点都不输同价位的一些机械表品牌。那另外我觉得 9F 还有一些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欣赏，也算是他们非常强调的点，就是它在一些。应该说是一些作为一只手表的基本吧，比如说好，我们今天知道说，石英表的话，它秒针是一秒一跳，对。可是就是因为它的跳的动作啊，这是比较机械工学的部分啊。你知道说，其实像机械结构，它齿轮跟齿轮在咬合的时候，它们其实彼此之中会有点间隙，一下缩比，就是机械要这样才能够动得了。如果它真的咬得很紧的话，它基本上是转不动的。可是也就是因为说它这个间隙，导致说你秒针每跳一格的时候啊，它那个间隙会导致它会来回会抖一下这个样子。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看习惯，我们会觉得秒针就应该这个样子嘛。可能是 GS 的工程师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秒针走起来不漂亮，没有精准的感觉。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把石英表把机械表的一些技术转用到这里，他们在他们整个螺纹器的末端呢，加上了一个减震游丝，就是你知道那个有机械表的游丝，加上那个游丝之后呢，让它那个间隙其实本身是咬得比较紧的，当然是可以运作的前提下咬得比较紧。在这样子的机制下头的话，它的秒针其实每一秒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就定着了，它不会有抖动的现象，就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些都是一些，你要说是小是很小的地方啦，可是大概就是说，你今天一只完美的表走起来该是什么样子的话，他们就很努力的把它 push 到那个极限。其实啊，从近代的 GS9F 机芯，从1993年的 9F 机芯推出至今，它其实没有很多的后继的新的型号。不过它从发展至今其实也25周年了，它陆陆续续有推出不同的面盘、不同的壳型，有很多很不一样的选择。像我手上这一款的话，是2018年最新的 9F82 的石英表，那它的表径是 40mm， 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漂亮的一个接近香槟金的面盘。那壳型跟打磨的装饰，其实都还是承袭的 GS 最高的标准。是，对，像它这一款的话，40mm 的话，以 GS 来讲，算是他们比较现代的尺寸。他们以前还会做比较小3839，那40算是比较现代的做法。那这一款的壳型的话，就我们之前讲过的40GS， 对，就是在比较后来出的这样。然后这只还蛮漂亮，它用的是蓝钢针，它的秒针是蓝钢针。对啊，像我们刚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它的秒针走得很漂亮这一点的话，尤其它的蓝钢针，你可以在上面看得很清楚。对，那另外还有一些，其实9F就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很贴心的很小的地方，像比如说你用它来调时间的时候很好玩。一般我们调时间的时候，可以用表冠拉到第二格嘛，对，然后我们在转调时间的时候啊，一般人可能没有太仔细去分辨这些。通常来讲，我们表冠转一圈，对，然后它的时针大概分针大概也就是转一圈，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速率在转。可是9F很好玩，9F的话，你表冠转一圈的话，它的分针只会转1/3圈，就它一次20分钟，20分钟，20分钟，你要转三圈，它才会走完一整圈。是，原因是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样你才对得准。你有没有发现说，如果说你稍微，如果说平常这种转一圈这边也转一圈的时候啊，对，你稍微转一下，那个分针就会动好大一格。你想要对准刚刚好对准那个刻度的时候，可能会对不准，来来回回调了好多次这个样子。可是如果说你这样转出原来1/3的那个分量的话，其实你就比较容易可以把那个时间对得准。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啊，不是很在意，我觉得差一点没关系。可是当你今天有一只表，它的年差只有10秒的时候，你就希望它真的是一点刻度都不要差。这真的是你实际上被戴过、调过之后，你就觉得说，哎，这东西真的设计下去真的是有差的。是。
RF に関して言うとやはりあのメカ時計と同じぐらいの重さの重い針を回せるようなキャリバーになっていますし、そのまず精度がい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ので、単純にその時間の精度がいいって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し、その針の指示、その表示している位置、メモリに対する位置とか、あのまあその秒分と地震と分針がこうぴったり一致す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その精度感っていうんですか、感覚的にその丁寧に作ってあ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が分かるようなこう配慮をして、まあそういう部品のばらつき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抑えるような設計を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って、そこに気を使ってます。それぞれ中心に秒針、分針、地震、24地震って4本針がついてて、それに対応する歯車がムーブの中にあります。で、一般的なクォーツっていうのは例えば分針を回す車のすぐ内側に秒針を回す車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秒針は1秒間に6度動きますんで、その動きでこの分針が微妙にこうピクッとこう動くんですね、よく見ると。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ないために QF ではこの3つ全部中間にガイド部材を設けて干渉しないようにしてます。で、その考えを今回も踏襲して新しく追加した24地震と地震の間には、このガイド部材を入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例えば今回の QF86 っていうものに関するって言えば、その QF がもともと持ってた瞬間カレンダー送りっていう機能と単独時差修正っていう機能をこう両立させるっていう、そのまあエネルギーの喧嘩になるので、まあそれを両立させる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難しかった。其实刚刚介绍完有关9F 石英机芯的，包括它的包括它的工艺、它的规格、还有整个石表上面的一些表现啊、其实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会问说，究竟我为什么要花100,000元买一款9F 的石英表？但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不管是机械表也好或石英表，对比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商品，我觉得需求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当你今天是想要有一款非常准确的一款商品，那甚至是说你假设有两三只表在轮着戴，我觉得9F的存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一款手表。对，其实像刚才啊，你几次讲到说我们九月的时候去了那个看9F的生产过程这个样子嘛。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台湾的媒体第一次进到9F的生产过程里头去，所以之前没有记者看过9F生产过程。大家本来期待看到的石英机芯的生产过程，可能就变成说是自动化，对，生产线，对，我们把假设我们现在有看到这样，可是没有，你9F看到的东西完完全全就跟你看到机械表机芯在制作的过程一模一样，就是人大家这边人手组装，人手点油，尤其是点油，你看一点非常多细的地方，这个样子。那其实，长久以来我们对于机械表有的一些迷思，或者对石英表有的一些迷思的话，其实你在看过那个画面之后，你就觉得那些迷思其实是蛮可笑的。 对，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其实所以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说它今天跟机械表之间有什么高下之别，它跟同价位的机械表，老实讲这个价位你去买机械表的话，你大概只买得到通用机芯，或者是一些不客气的讲很亮光的自制机芯。对，这已经是你用同样钱买到自制机芯里头品质最好最高的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只要你可以跨得过那个，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一个迷思的话，它当然值得买。以上就是这次的 GS 小学堂。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来更多有关 GS 的历史以及精彩的故事。敬请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次见。